们跟台湾比较不一样，他们是像这种 buffet 式的，然后大家自己装，现场也会有人直接烹煮。来，我下一个谁会办婚礼？哎，你啊，你吗？我感受到胎动了。是雨昕，现在呢，我必须小声一点，因为呢，我老公在里面睡觉。等一下呢，又是我一个人要去机场搭飞机。这一次呢，要去韩国3天2夜，参加一个非常重要的朋友的结婚典礼。我的行李现在的状况呢，给大家看一下，叮凌乱的状态。那我必须赶快收拾，因为再过10分钟。没错，你没有听错，再过10分钟呢，机场接送就要来了，所以我要赶快加紧脚步。这一次呢，我真的算是有史以来最轻量化我行李的一次，带超级少东西的，然后还有带这个，不然我怕我在韩国有胀气很严重。这个自动跟随是跟去哪里了？ Hello， 回来喽！我放了一个屁。你怎么这么好？应该是我把你吵醒的吧。谢谢。好，祝你平安顺心。谢谢，拜拜。13公斤，控制得非常好。因为如果太重的话，毕竟我是一个人嘛，怀孕的话拿那么重的东西其实真的不是很好。那我们就拿到登机证了，去登机过海关。是在韩国，原本就是要参加你的婚礼，但是突然安插了一个更大的目的，变做人法。对，没错，因为我都不敢染头发，虽然很多人说，孕妇也可以染没关系，但是我还是会怕。他跟我说韩国孕妇染发，然后那时候我就一直想来，那大家都靠你翻译了。好，没问题。现在要赶快回去接小接小孩，就是妈妈的辛苦了。我的自由时间已经结束了。对，小孩不能随便生，生了就回不去，责任重大。很多人都说生了之后就想把它塞回去。你要对。他们这个是几点到几点？10点到下午。哦，那其实也蛮久的。可是你们吃个饭、洗个衣服就可以，还要更久。他们可以7点到6点。回家休息啊！你要拿啊？你叫阿姨，还要抱抱。잘갔다와안녕하나우와우와这是谁那么可爱？去找妈妈，去，超长去啊！哎呦喂啊！拜拜，好可爱哦。你说雨昕阿姨，对，雨昕阿姨对不对？刚有来对不对？跟阿姨挥挥手，快点。现在要去跟烂烂团的小秋 and 哥哥会合，我们要吃饭，因为秋说他订了一间很高级的韩牛，要庆祝隔壁这位姐姐生日。我现在这样是5个月，这样子是没有东西，速变5个月。哇！啊，那根是什么？好哦！噔噔噔噔！我没有性别趴这种东西，我是完全不梦幻的人。好，你们猜猜看，男生他是平的，花餐女神，答案是男生。他们说照超音波的时候已经看到了，很大，这样子做的时候不行。哇，颜值增高。举给我！耶 ，Happy Birthday！ 来韩国必吃，大家都说有陈玉华跟孔琳，但我自己比较喜欢吃孔琳。反正韩国必吃的三宝就是一只鸡，然后烧肉跟外圈是有起司的那一种，春川对春川辣炒鸡那种。那酱真的很好吃，冰魂蘸酱。小点，因为来
哎、欸，所以你们家族其实是很庞大，好羡慕、哦。因为我的家庭是超级小，我只有妈妈那边，因为我爸爸跟妈妈很早就离婚，但是我老公那一边也是跟你们一样，吃饭哦也是好像五六桌，大锅啊什么什么之类的。因为爸爸跟妈妈的那个兄弟姐妹很多，对对对，很生小孩，年纪差不多。已经吃到最后了，煮粥。陈玉华一只鸡是不煮粥的，煮粥的比较符合我们台湾人的味道。最晚35分上车，25分的慢。现在就是坐车准备去菲菲姐姐的婚礼了，比较特别，跟台湾比较不一样。像台湾就是办午宴或晚宴嘛，然后他们是办在下午，就是什么1点、2点、3点这样。那我们参加的是3点的场次。这台车几乎算快坐满了。嗯，我们亲友团真的很给力。在哭。你要看妈妈？看妈妈。摸摸他头，摸摸他头。好，我先在这边代表心灵感谢各位百忙之中。好漂亮。好漂亮！好漂亮！许下我们的婚约。진실한남편과진실한아내가될것을。这个是他们韩国特有的一个习俗，就是新郎跟新娘的媒人，然后要上去唱一首歌祝福他们。哇，他们人超多的。来，我下一个谁会办婚礼？哎，你啊，你吗？韩国的婚礼，他们跟台湾比较不一样，他们是像这种buffet式的，然后大家自己装，现场也会有人直接烹煮。你是多少？我也31啊。你真的很高啊！我之前33哎，后来运动了2个月变31。要走路去吃晚餐，不知道为什么明明就已经5月了，韩国还可以这么的冷。我第一次看到烤泡菜的，韩国人都很会烤肉，对，都会把它烤得很刚好。多难烤的，我真的觉得在无力耶。不会无力，刚过几天，一个礼拜开始作用。一个月效果最好。哎、欸，可是你不要太阳打肉毒，会代偿。我从18岁开始打，因为咀嚼肌很大块，然后我打到25的时候，我就发现我的木偶纹很明显。因为你这边肌肉不动，你一定要别的地方动啊，不然你怎么吃东西？我那时候打完脸太小了，我每7个月打一次，我就是一次都补什么15、11、15、11哦。可是我知道不是他的问题，太频繁。对，然后又没有间断过。我没有打之后，每个人都说我吃胖很多什么，可是我其实体重都没有变了。可是如果你打之前音波嘞，我第一次音波是24岁打的。我觉得还是会垂，所以我最近有研发一个新的方法，就是你要做拨筋。我认识一个阿姨，她已经50几岁，看起来真的超30几岁了，就是因为她每天还会拨筋，她花了10万多台币去外面上拨筋课，然后教我几招。啊，其实是什么？刮痧板，你先刮头，这样子刮，可能5分钟，一直往上，把头先刮顺，气血刮顺之后，再刮这边额中这样。然后这边呢是这样刮上去，对，两边都是这样刮，就是刮在板上刮刮刮。再来是用手这样往上拉提，有没有？用手，然后这边是这样。他每天都刮20分钟，你知道头跟脸是同一张皮，你头如果不紧，你脸就不会紧，所以你要先从头开始刮。而且头上都是穴道。对，而且我之前看过有人说，刮按头哪里就会消水肿。对对对对对，等到你年纪大，你会发现用贵的保养品当然好，但是如果你没有让它吸收进去。再贵都没有用，你要用刮跟按摩的手法让它进去。我先学起来了。好，买一些回去。这感觉很健康哎，热量都很低。
我要买上面这个，这个是小宝爱吃的。代餐，这个。喝这个。我之前是喝格兰迪，还有黑芝麻的，试试看别的不同品。这个是好喝还是？它有点酸酸的感觉。喝完真的会感觉比较有 power。好像之前他们很多艺人很赶行程啊，活动都是喝这个吗？这个吗？这个牌子我觉得很厉害吗？这个是过敏肌，我完全可以用的，因为我平常只有 B， 而且有一个小配包，就是这个会比较便宜。这个一片1000，这个买十片啊？可是这只有六片，大家会不知道，大家觉得好像5+1哦，但其实买单片才是最便宜。如果你皮肤状况不好，就可以敷一下。它比较补水，然后它绿色是比较舒缓镇静。他现在没有，他现在拿这个去问问看，有没有可能他架上没有？我们昨天问过，他说他都一直在缺。那我刚才要把这个打开，因为上次我自己找就有，所以我在想他会在下面。看来是没有哦，真的缺货。OK， 真的韩国人认真好用。敷过夜，隔天起来脸很嫩，对，很 Q 弹，而且它的优点是你敷一整晚上，它也不会掉。谢谢。你好色牛哦。比较便宜哦。对，它单片比较便宜，对。这个多少？358。它很大桶哎。今天是韩国行3天2夜最后一天，现在时间是已经11点了，大家都已经离开民宿，因为我们每个人飞机时间都不一样。等一下，我好像感觉我肚子有东西在踢耶。王小布，你在踢吗？我感受到胎动了，王小布，喂，你在干嘛？在等你的电话。我刚刚整理行李，整理到一半的时候，然后我刚刚就觉得我的肚子就是好像被踢一下，然后我以为是错觉，我就继续收，然后收到一半的时候又被大力踢一下，然后我就拍拍他，跟他说话，然后他又很大力又再踢我一下，哇塞！他感觉像是突然有人在你肚皮从里面往外推，珍珠倒下去的感觉。啊！你现在叫叫他，快点！好小布，好小布，你有没有乖？他很聪明哎，还有踢踢他认得你的声音哎，你每天跟他讲话有用哎，王小布。有很轻微，他又踢了一下了。他想说不要再吵我了，我要睡觉。好啦，你赶快去上班了。拜拜。哇，他真的在里面。之前就是我感觉不到他嘛，那我只能从肚子慢慢的变大，知道他存在，然后就一直很担心他在里面的状况，然后我就觉得，就跟我第一次听到他心跳的时候一样的感动。你真的在里面耶，你要赶快长大哦，大家都说你太小只了，说我看起来不像孕妇。好，我真的要赶快。没想到在收行李的时候被踹。然后要吃哪一间？那个汤法蟹肠很好吃。什么意思？他没开门。这里他6日公休，哪一间店会给我6日公休？没关系，我们隔壁还有一间。好，那你就是要吃这间。对，有没有七天半？我们是要吃这一间。那感谢您多支持哦。我们的马铃薯排骨汤上了，但是它没有马铃薯，所以我们有再另外加点。这个汤加马铃薯很好吃。这肉会不会太大块？但它的中药味比较是没有那么浓的，因为有一种版本是很浓的，你知道吗？那种粉吗？对，它会有一坨粉在上面，但是也好吃。这是初学者可以吃的。泡菜炒饭，然后吃一点的口感。他们这边的泡菜会比较酸，做炒饭的时候比较味道，比较道地。废话。我们现在来新沙洞这边逛街，刚刚还很冷，但是呢，现在已经脱外套了。这个阳光真的很漂亮。新的是镜头在上面的吗？
我知道，哎，我们去拍啊。哦，你说监视器视角。对。五钟的时间。你看，我跟你讲，跟朋友出门就是要找这种财富自由、经济独立的女生。我会这边说，哎、欸，我们这样一个人分多少？对，就是要找过这种，找小秋这种，找雨熙这种。我都跟他们出门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跟你出门？对，我都完全不用掏钱，我就在旁边看。我要这个，我要这个。Y2K 的表现什么？这样吗？这样。我绕着了，我的脖子。韩国现在最新的流行是东大门那款蛮多蝴蝶结，包包也是。我们来到一个神秘的大楼里的一间店。